平埔之心重新开始。啊，埔心是一个农业乡镇，除了啊现在最出名的啊芭乐、葡萄，还有芒果以外，还有更多的农产品。那我们结合我们埔心啊蘑菇部落的那个蘑菇的太空包，它的太空包是废弃物，可是在我们这里是一个宝。我们利用这个太空包做成有机资产，然后让循环经济在埔心能够诞生新的水果，叫做太空果实。那我们在12月3号在客家的澜沧塘举办一系列的活动，把我们客家文化的啊板豆啊小平安，还有我们在地的故事、老照片，都已经一并陈列。除了彰显我们特有的客家文化以外，最重要就是啊，我们利用循环经济，让埔心的农特产品有特色。这是我们未来的太空果实，猜猜看这是什么？就是再加入木霉菌，然后发酵就可以变成有机质，这样就可以种出来的水果叫做太空葡萄，对，太空果实、太空芒果、太空芭乐这样子。平埔之心重新开始。